公司承办，冠军奖金10万，总奖金近40万元。2022赛季，乔氏中式台球大师赛全面升级，年终总冠军奖金500万，相关赛事总奖金超过2200万，超越斯诺克世锦赛，成为全球冠军奖金最高的台球比赛。本站赛事诚挚感谢 Joy 乔氏中式台球球桌、 LP 球杆、野豹台球杆、 Furry 威力球杆、奥秘台球杆、皮尔利球杆、 Ports 波茨杆、英国世创6811台泥、比利时亚乐美台球、 Linebox 施博专业台球杆盒、塞克斯桥粉、小麦皮头、振宏胶边、蹭个够商城、优泽智能球房系统、爱跑光影桌球、90000祈求器对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。欢迎大家来到2022乔氏中式台球大师赛甲级分站赛江苏常州站的比赛现场。接下来进行的是第一阶段9-20组第三场、1-4组第四场的比赛。下面介绍本场比赛出场的裁判员及运动员。一号台裁判员陈超强，运动员买里扎提图尔红、张俊杰。二号台裁判员刘凯，运动员戴阳、黄伟。三号台裁判员卢冰霞，运动员戴乾隆、郝天。四号台裁判员李勇，运动员郭福生、荣毅。五号台裁判员温龙，运动员张太义、赵宇纯。六号台裁判员杜环玉，运动员单苏南、高浪。七号台裁判员赵文静，运动员李帅、梁德敏。八号台裁判员周玉杰，运动员王真、姚磊。九号台裁判员杜怡峰，运动员王黎明、周生辉。十号台裁判员张湘云，运动员黄永伟、邵佳瑜。十一号台裁判员巩义航，运动员周林、孙瑶。十二号台裁判员马立东，运动员华春雷、严冠杰。TV 三号台裁判员王景一，运动员潘金斌、杨子成。TV 二号台裁判员徐景言，运动员姚玉婵、赵汝亮。TV 一号台裁判员张毅，记录裁判员李明瑞、何秀红，运动员李春成、吴振宇。现在比赛开始。你好，李春成，你好。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权的权。预备，3、2、1，开始。吴振宇获得开球权的权。
比赛开始，第一局吴振宇开球。十秒，
这一局吴振宇胜，比分1-0。谢谢。第二局，李春城开球。
第二局李春成胜，比分1-1，开局清台，谢谢。第三局吴振宇开球，10秒，延时。第三局吴振宇胜，比分2-1，开球清台，谢谢。中式台球俗称黑八，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，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。大家好，我喜欢乔氏中式台球，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。
第四局，李春城开球。十秒，延时。没有延时。
10秒。五。犯规。自由球。十秒，延时，五号球贴库，犯规，自由球。
第四局，吴振宇胜，比分3-1。谢谢。第五局，吴振宇开球。
第五局，吴振宇胜，比分4-1。第六局，李春城开球。10秒。
第六局吴振宇胜，比分5-1。谢谢。菲力品牌始创于2002年，是世界著名台球杆品牌，致力于潜心研发全新球杆产品，种类众多，打感优越。威力，释放你的威力。第七局，吴振宇开球。
这期李春成胜，比分2-5。谢谢。第八局，李春成开球。10秒。比赛时间已过半。
犯规。自由球。十秒，延时。
第八局，李春成胜，比分3-5。谢谢。第九局，吴振宇开球。
10秒。延时。第九局，李春成胜，比分4-5，官方暂停5分钟，5分钟未到，判负一局。中式台球，俗称黑八，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，在乔氏的推动下，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。大家好，
我喜欢乔氏中式台球，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。正红交边，声音小，弹力大。皮尔利为中式台球而生 ，ARP 以一颗匠心，超过30年的经验累积，全世界数百万使用者的反馈数据，懂球，懂力，更懂你。源自英国手工制钢工艺，碳纤维纤脚，11.5毫米特制钢头，独特的球杆锥度设计，比九球杆更具准度，比斯诺克杆更易锋利。他帮我夺得3次中式八球世界冠军。八球杆，恭喜和中式台球。乔氏金腿追分神器提醒您，精彩比赛马上开始。伟力品牌始创于2002年，是世界著名台球杆品牌，致力于潜心研发全新球杆产品，种类众多，打感优越。伟力，释放你的威力。我是裁判王忠尧，工作时严谨公正是我的态度，打球时我使用赛克斯巧克粉，轻松应对各种加赛难题。加赛专用赛克斯巧克粉。不畏磨砺，披荆斩棘，10年一见，只为把最好的给你。暂结束比赛，继续第10局，李志征开球。
第十局，吴振宇胜，比分6-4。谢谢。三球，三球过线，三个球就行了。对，第十一局，吴振宇开球。第十一局，李春成胜，比分5-6。谢谢。
第十二局，李春成开球。十号球贴库，
本场比赛结束，吴振宇胜，比分7-5，恭喜。